喂喂，坏！我都打你这么多下，为什么你还是……哎，先輩，notice me，notice me，先輩，notice me，坏！贝里龙真的是很……哦，看不到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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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走了，他就走了。What？ 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走了，他就走了，他要跑去里欧列乌斯召唤帝了啦。每次都来这里耶，不来这里打他不开心哎。都是里欧列乌斯跟里欧列亚又来了，你看来了。里欧利亚来了，哇！他被里欧利亚喷死了，好一个尾刀，好样的，里欧利亚，你这样把我，你这样把我的飞龙给打死了。你竟然把我里欧利亚给喷死了！所以飞龙的意思是说，要死我要死在我喜欢的人的手中，这样子。